我真的玩到生气了，就先跟你们讲图鉴。虎克讲了吗？等一下，要从哪边看？哦，我想说顺序怎么在这边？啊，这最上面的是比较好的，是不是？魔女流星，对哦，我们今天要来强化一下了。啊，我要去一点布兰妮吗？等我一下。这边你们就是要自己挑自己觉得强的，流血感染。燃烧斩杀，诶，他其实也帮我们归类了耶。不然你，这只呢？啊！诶，怎么办？每只都好想练哦。啊！我好犹豫哦。连个你好了。主要是我觉得这一只好正，原来为什么它不能升星啊？哦，你骗我！敢骗老子！所以重点就是说。因为重点就是说，要有那个，要同时有一只角色，对不对？说过，为什么不能晋升星啊？穿死，这样可以吧？